啊，我也没办法，因为反而明波龙比较难，然后给的那个应急药就这么少，这个倒是给一大堆。来，我们来试试看四个人难难度。对啊，那个 Leo 的对话没有被吃啊。过来啊，过来啊！骑乘之王啊，骑士败了。嚯！不意外，第二次都会骑上去，真的是。为什么你要一直摆来摆去？哼！呀！断尾，断尾，断尾！四个人难度会更高了。防御，别怕，奶妈在此，死不了的，除了明波龙以外，飞起来，超帅的，飞起来。都是我把人家让人家飞起来，现在被我被飞。哇！你们三个都被打哎、欸。骑乘，对于现在的龙来说，骑上去最安全，因为它除了会乱撞人以外，其他就还好。哦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立即补血。我补的可是比一些单手剑还快哦！骑，推特，退取不是推特，是图奇，要叫图奇啊！推特是那个啦，类似那个日志留言板那种。再倒一次。哎、欸，他自己倒倒了，哇！防御，再骑一次，啊！连我也中。别杀我！哦，四个人难度有啦，可是我还是觉得说没有明波龙这么夸张哎，明波龙太扯了。
抽塞钱呢、啊？推特都是拿来看的，真的是超多非常神秘的东西。推特是那个啦，老司机啊，老司机推荐推特。哎，飞起来！啊！保护我，保护捕食！每一个保护捕食的，没有人保护捕食哎！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捕食可是很难得的，你们这些家伙。明波四，哎，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，来补血喽！啊，原来已经软化了。我的血量就这么一点点。哦、那个 A 开头那个青奴，他防御也太低了，他被打一下几乎整条不见了。这边该不会就有防御最高吧？还是说大剑的防御基数是最层数最高的？对啊，你看，哦呦，真是差点，响应我门都没有。齐尘之王，哦，我发现阿恒好像超容易被吸仇恨的，跟我那阿鲁甲一样。啊！救捕师啊！还是骑不上去，我觉得该不会骑乘有耐性吧？哦，我糟了糟了糟了！我在想骑乘会不会有耐性，他那个需要的次数越来越多。没关系，我就在这边一直疯狂补血就好了。我们是捕食，什么都不是。不要动，不要卖叮当，卖叮当。啊！跟你讲卖叮当，你马上就直接。再来呀！打一把、啊，你们大家大伙，该不会就只有那个大剑跟那一刀在打一把吧？弹刀，我就用弹刀来打。
不行。啊！真是的，才想说有胆你就下来，你下来就准备让我骑吧你。基本上撞，我是看到他那个没人撞，然后他又不是狂暴状态，我就用下去啊。要不然平常像那个刚刚明波龙，说真的，连撞都不用撞，上去马上被打下来。好，我决定了，我先回去拿一下补品，你们先撑着。哈哈哈！大腿就是要用来撑啊，用力的撑啊，没办法，实在是太好，太有力了，这已经打不赢，直接抱住就对了。阿亚纳米驱逐舰的名字。凌波号驱逐舰，英文名吗？哎、欸，我又来喽！哎、欸，好样的，倒是给我打尾巴、啊！哎、欸，四个人难度刺激啊，刺激啊！但是我发现我一直补血就好了。哎呦，有人拿到什么稀有素材哦！大腿就等于工具人。不是，现在我捕食啊，捕食其实很多线上游戏也算工具人。以前玩线上游戏就是一直被上线就说，请问要不要来打什么什么副本？上线就被密语、欸，就说快来打，快来打，不打不行啊。好、哦，我去用一下那个猫猫的装备，我还缺一个猫猫装备，好像要探索了，在大总蚁荒地那边，剩下一点时间就这样。喂奶的优势，每次上线都说拜托拜托，快点来我们这边护本，然后加进去之后，发现你会气得半死。为什么？因为根本就没在那种合作啊。比如说有些地方你必须要不能去打，就比如说有些招式要闪，打手都没在闪的，然后都一直要补师硬补上去，然后之后灭团再来说补师在干什么，补师在干什么，看你们死掉啊。好，我去探索一下哦。哈哈 ，DPS 反而被边缘哦，火力低，那种火力低，然后又没办法补助的，通常被边缘，像是那种刺客啊，刺客，然后要不然就是那种补助魔补助法师，就比如说像是一些小补助啦。欸，没有，大补助还蛮 OK， 小补助那种力量型补助系啊，基本上都被边缘，因为它没有什么补助系的招式，有也就一点点会被另外一种纯补助的替代。哎、欸，大种蚁荒地，切为浅三调查很好调查十二，费拉怪也是输出却没连拳。对啊，像那个远攻的其实蛮吃香的，因为基本上除了坦克以外，其他都远攻，坦克拉得好，然后就可以直接一直吸，一直吸，完全不要紧欸。尤其在远攻，你根本不用一直闪来闪去，你都可以直接一直疯狂输出，交给那个坦来拉就好了，拉得住就 OK， 拉不住就开始灭团，二手开始杀打手，杀完打手之后开始打补师。
武士也死了之后剩坦克，然后换坦克也趴了。以前玩一个线上游戏啊，它有一个副本超有趣的，超有趣是说 ，BOSS 他会20%以下，他会狂暴，狂暴之后他会直接，搬运仪，狂暴之后他会直接那个愤怒、啊，然后有一招他把背上翅膀直接把它拆下来，然后砸下去，然后你就看到他砸下去，不管哪一个捕食还是坦克一击必杀，那一招就是一击必杀。瞬间直接那个开始，然后你就看到很多人啊，开始仇恨乱来乱去，然后开始一直绕圈圈，绕圈圈就是绕圈圈，被吸到仇恨的一定要开始绕，不开始绕不行啊。很快你会发现说，开始那个每个人都是坦克了，每个人都开始拉仇恨，太好笑了。永恒纪元的啦，我以前玩过永恒纪元，然后。魔兽世界算是他那个 MMORPG 的那个类型啊，算是早期发扬光大，然后后来很多游戏也就学跟他有一样学一样。那时候是玩永恒纪元，我是玩那个远攻的那个法师，就看了那个大家死的差不多，然后开始坦克也死了，然后换我去绕圈圈，绕到那捕食把大家复活之后才开始，然后换我死掉。超好笑的，丁五只六只，一次就只有三只哎，W 现在好像还蛮多人在玩的啊，哦有人满的。OK， 这边食材获得，我们去那个猫猫那边。听说很吃显卡，当时是真的蛮吃的，因为它画质几可能当时最高的啊。它是走那种像天堂二一样唯美风，毕竟是同一家的、啊、NC Soft 吧，好像同一家 NC Soft。来，让我接任务吧，小猫猫。之前卡吃到你可以，不过到现在他还活着。原本他月费，然后人数越来越少，现在免费之后超夸张的。现在免费有超多人一直疯狂抽啊，像个扭蛋一样，一直抽，而且玩的人竟然比那个月费时候更高。然后基本上你就看到都是台战天下。以前基本上一个可以打两个左右，技术强的话甚至可以打到三个。以前我一个打三个过了，然后后来他改免费，各种都台战吃，变成那个我十个打敌人一个还打不了，还不一定打得赢哦。哦，荒地守护主，哦有这边，然后还有那一边。雅隐身就好啦，等线上游戏只要台湾公司代言，全部开武士。原厂的其实也不太行啦。总之，线上游戏你基本上就是当做娱乐，得失心不要太重，因为这样的话，导致你基本上遇到一些气死人的，你才不至于说会啼笑。其实用错了，在这边呢、啊。哦，这边，下面。黑色沙漠也是之前大出包，有出包过吗？那时候其实好像也很没有那么常玩。有出很严重的包，是什么样的？出什么样的包啊？有点好奇。
日服都直接补强点伤。哦，原来是哦，对，是日服，你是玩日服的。对，现在想起来了，走过那年代都懂。黑菊坑谷新段线，新段线现在好像偶尔会啊，像之前他有时候都会代理一些游戏，然后才会被人家说新段线。像那个以前那个钢弹啊，钢弹 online 他就新段线的，那时候真的是疯狂断线，虽然现在日版也是啊，日版有些人也是一样一直断一直断。呀呼！抓到一个，还有两个，哦，在这边，两个小时，台服还在给你 GM Pub 礼盒两个小时，有啊，有时候要上线啊，他就说什么那个 GM 补偿包什么，就什么都没有啊，他就只是给你那两个小时。经验加倍还是什么战斗到获得道具加倍而已，什么都没有，真是有够厉害的。有时候会送那个啦，道具包，可是道具包抽出来也是克罗恩11啊，又不是什么其他的。嗯哼，哦，有，这边，走过去，用走的。刀鸟欸。台服黑鲨饮料喝爽爽。哦，你是说之前那个活动对不对？有时候好像一跟那个活动去用，我其实也不太常上啦。现在用那个魔物猎人还有很多指定的游戏，说真的时间就不太够了。黑鲨就是偶尔上去然后逛一下用一下东西而已，其他的就没有了。加密龙博，嗯，基本上黑鲨，我想说就以一个目标为准，我的目标就是把那个武器啊冲到那个东，就是最后的阶段，冲好之后就可以了。因为一段时间可能不会上吧，我们要小心。哎，搞定！明天，我靠，辛苦了，先忙现实的吧。这个实况算是一种娱乐，跟吐槽还有互动，你就当作是闲来无事的时候，然后来这边聊聊天，看一下，看我领便当。守护大盾 ，OK， 回去。嗯。然后白金鱼，它好像是在那个龙结晶之地七地带那边。特别是白金鱼，我说这钓到现在还钓不到。黑菊现在好像很少听过他的公司哦，好像很多游戏已经都不是黑菊了，大多都是原厂经营了吧？现在啊，都是原厂直接来台湾。陷阱哦，还不习惯，我比较喜欢用麻痹刀直接给他打到麻痹，因为古龙根本就不怕陷阱，现在跟刚刚那个明波龙就不行，明波龙真麻烦，专门来整你的。来还一下任务啦。
明波弩好打，对大剑可能就不太好打。大剑我看是我被很好打吧，看一下哦，力战个体兽龙种、牙龙种，哦 ，very good， 鸟龙种、大衣种，这个、啊、白金鱼，哇！那个刺客衣装要怎么拿？那刺客衣装，我看那个 N 位任务，他刺客衣装，他有一个任务，他说需要刺客衣装，我还真不知道说他是要怎么去获取。刺客衣装要打活动，是这个吗？不知道欸，他说会给什么，应该上面会写特别衣装吧。不知道，特别的特殊素材，嗯，好像没有看到欸。反正之后我再查一下，之后我再查一下就好了。反正这查一下应该很快就直接出现。实乃古龙之王。哎，刚刚看到了，哎，哪一个哪一个？任务名称大概是什么、啊？好像没有看到了。哦，你是说这个吗？我看一下，打三只血鸟。哦，试试看。惨境恐爆焰乐，等一下，所以我接错任务了。啊，算了，直接 K 啊。啊到！再来啊！这惨境恐爆焰乐那个任务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有了，破坏掉了，接下来直接瞬间 KO。哎，还没趴哎。你一直过来，然后给他开。哦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惨境恐爆焰乐，要不要就打那恐爆龙吧？
再来。啊！这这这这！啊，美丽，接下来这要怎么办？我说真的，他应该设定一个，比如说可以用那个光虫，可以直接移动过去，结果不行。噔噔噔噔，这附近有陷阱可以使用。胆关从容口罩，哎、欸、哦，哎、欸，现在可以那个、欸、直接下令哎、欸、，Coco 来来来，这边这边这边，这一下，我觉得多这个功能真的比较方便，哎来啊。吐啊！好，一套直接把它收掉。等明天再来看看好了。惨境恐暴炎热，虽然说只要来探索而已，结果顺便就看了刺客任务。那今天晚上的实况就到这边先告一段落吧。之后我那个用浮动位元率好了，当他需要的时候就提高，不需要的时候就用在目标4500。这样的话应该会比较好。好，那我就今天晚上实况到这边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收看我黄金城的实况。那明天晚上再继续来磨练世界。好，就先到这边咯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三只小蓝陪我睡。侏罗纪世界好像不是有一个叫小蓝吗？哎、欸，黑水晶跳，拜拜。哎、欸、，YouTube 现在就有显示，哎，真厉害！